嘴这么甜，我来给大家争取点福利啊！放作业，放视频，大家伙不远千山万水的赶到天津大礼堂来看咱们，奴才请求万岁爷和老佛爷赐下彩蛋一枚。准了，这下面请大家欣赏三姐和大龙为大家送上的曙色。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感谢江山老师，感谢大龙。那个，我们天津人艺啊，应该说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是。同时两台大戏，一台在我们天津，这个得了一慈禧，另一台大家看过的《上甘岭》，今天晚上在沈阳盛京大剧院演出。盛京大剧院，对。这台戏呢，应该说是回家演出。这台戏我们是2019年排演完成的，本来已经在上海、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正在热演，但是遗憾的是后来遇到了这个疫情，这个戏就停下来了。今天我们终于有幸重新恢复上演，今天在我们这个原创地的天津正式公演，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序幕。今天到场的观众非常热情，也给我们极大的鼓励。我们这部戏呢，应该说是多家联合制作的，我们的北京巨龙的刘总，还有我们那个北京仙童文化，我们几家联合制作。我们这部剧的作者是著名的剧作家何济平老师，这部戏的导演是香港话剧团的司徒慧卓老师，还有这次我们恢复排练的是副排导演李任。李任导演在哪里啊？李任导演在我们现场啊，给我们大家回头打一下招呼啊。李导有请到我们的舞台前，有请掌声，有请我们的李导来到我们的台上。李任导演是在这个这部戏排练的时候作为执行导演，作为跟那个司徒导演联合排演的，是我们国家话剧院的年轻的导演，非常有才华。来吧，导演叫谢谢，感谢我们天津人艺术圈的艺术总监周总的刚才的精彩的致辞。那么继续呢，今天啊，要不是明天上班，我们准备着演到凌晨7点了。但是呢，接下来呢，也是有请我们的这部戏的副排导演，我们的李任李导致辞，掌声欢迎。那个，真是像钟总说的一样，这个戏今天是回家演出，跟家乡父老做个汇报。我们同时呢，就是我另外一个戏《上甘岭》在沈阳也同时演着。这两个戏风格不同，但是呢都受到好评。没什么可多说的，谢谢大家。好，继续有请我们巨龙公司的刘总致辞。不占用大家的时间，我说一点啊，这个戏呢首先得到了天津市委宣传部、北方演艺集团和天津人艺还有在座的所有演职员的全力拼搏啊，特别是在我们那个李任导演的这个两个戏上午下午晚上真的是很辛苦啊，我希望咱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任导演，谢谢。另外呢还要感谢我们这个戏的出品人李东先生啊，李东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话剧《风华绝代》得了一慈禧上甘岭的出品人啊，我们把掌声送给李东先生，谢谢。另外这个戏的演德林的女主角郎玲啊，叫大家，因为这次国家话剧院的这个主演啊，大家把掌声送给郎玲，好，谢谢。我们希望今后我们在这个学院当中呢，更完善、更美好的献给所有的观众，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掌声送给我们的山姐、我们的大龙，还有我们今天所有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还有我们合作的这些伙伴们，他们今晚非常的辛苦，把我们最精彩的演出献给了我们在场所有的观众，也是今天还在年里啊，在这里给大家拜一个晚年，祝大家牛年大吉，我们的身体一定要健健康康，而且看好戏，
来人一。好，让我们倒数三个数，一起来合影。